现在孩子太依赖了，依赖心太重，就是什么事父母都帮他做好了。小孩子现在好像都科技发达，好像都不会像以前的小孩子这样啊。在我心里啊，他不晓得做父母的辛苦啊，忍耐力吧，好像不能吃苦的感觉。要改进的哈，可能就是要礼貌一点哈，好，然后有一些要像有尊师重道，所以小孩子是可以教育的啦，就是说父母亲要尽很大的责任哈，要以身作则，啊，这个大家每一个家庭好了，我们的国家社会啊也会很安详。我都常常讲，希望的教育，人的观念呐，这拢是从教育开始。我们从孩子开始就要来教育他们，这在咱的行动、咱的规矩，这就是啊，叫做教育。教育不一定在黑板卡，教育不一定讲哦啊，老师对学生，学生对老师，不一定。真正的教育，要从咱的身躯、在日常的生活中开始。社会是咱的，所以整个社会风气呢，底气呢，别单台湾都爱去努力。各位爸爸妈妈们哈，也希望你们先把自己的身体，不管是头发哈，或者是穿着哈，或者是咱的行为、举手动作啊，一切的行为，把自己照顾好，照顾好。让自己干干净净、很纯洁，用这种的亲近的爱去接近孩子，我相信你们呢一定会让我了解咱对伊们是真诚的爱哦。所以呢，我们要启发孩子的本性啊，其实呢无困难啦，啊，但是呢是非常的重要啦。真的很重要哦，不要让他呢有良能而损失掉去哦，我们要启发他们的良能。大家都知道教育很重要，但普遍又觉得现代的孩子不好教。其实孩子并非难教，而是需要一点智慧与方法。今天我们就从生活教育开始，让你循序渐进教出孩子的良好品格。妈妈的宝贝，简称妈宝，主要是指一些明明已经长大，却任何事都要依靠妈妈，缺乏自主与独立的年轻人。少子化的社会，父母因为太过珍惜孩子而产生溺爱行为，也间接造成越来越多的妈宝和爹宝。2013年9月，就有大学教授表示，拒绝妈宝爹宝来修他的课，因为家长的干涉造成教学上许多问题，像是曾有家长提出全家要出去游玩，能否请教授提前期末考，更有家长因为孩子没有选到他的课，私下要求加签。像这样来自家长的要求五花八门，着实已经造成教育界的困扰。我们要给的爱适当就好，可知道鱼也袂用爱欠水，啊人若予伊水伤济吼，会淹死。我们就是要引导他的人生正确的方向。所以呢，注重在思想的规劝吼，正确的方向，安尼才是对啦。我们不能溺爱他。我们假如呢？什么都是给给给给，好，那反而会变成了一种爱的压力。过分的好，就亲像讲吼，哎，鱼啊水多不要紧，人水袂当好想济，但是人袂用个欠水。
我们要给的就是他多欠的那些水，好，会有够水分，但是不要用水呢溺死他。父母的过度呵护会影响孩子独立。现今校园里有越来越多由父母拿书包提早餐的情况，甚至还有家长以不要浪费孩子读书时间为理由，将学生的清扫工作委由外包厂商处理。为什么不是学校里面学生大家来打扫呢？那都说啊，家长宁可出钱都不愿意让孩子呢做这样的事。那做细汉的时都知影讲吼，那好的教育，囡仔透早呢都是爱扫门口埕、扫洗吼，那都爱扫啊、爱洗啊、叮叮吼，这都是我们人生的生活的基础规则啊。为什么不让孩子呢去学习这样的生活的功能啊？那我们的学校，不管是台南的、花莲的，那孩子们呢、啊、要洗厕所呢也要看他的成绩有没有优良哦，有优良的好成绩啊，他才有轮到他洗厕所的、啊、这都是呢我们从教育置业成立了以后开始都是这样的。慈济的教育置业特别重视学生的生活教育，在台南慈济中小学负责扫厕所的孩子往往是班级里面表现最优异的学生。扫厕所这个工作它是比较需要技巧，而且比较需要方法的，老师在安排上会挑选表现好的小朋友，有责任感的小朋友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你这边有一些污垢的地方，没有讨厌与怕脏的心情，学生仔细打扫厕所，培养服务心、责任感，同时学习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扫厕所是要为全班的服务，所以就觉得很荣耀，每个小细节都要认真去扫。还在家里有没有也帮忙扫？有。我有一次到台南，孩子呢非我进去看厕所不可。他说：“师公，要有机会洗厕所可不简单。”我怎么样的不简单？你不会洗吗？他说：“不是，要成绩、品德要过才有机会呢洗厕所。”这都是呢真的很光耀的事情啊。我们的教育是这样的，看看孩子们那样的认真哦，而且呢服务人群呢是他们的光荣啊。啊，这都是呢孩子就是要这样。回家有没有帮助妈妈做事啊？有，一定是有的。所以这样从小不依赖了父母的很独立的功能、良能、平起，那这才是真的好的教育。扫厕所仅是生活教育的其中一环，要如何让孩子成为自动自发、会分担家务的懂事小孩，需靠师长和父母的引导。这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女孩张佳宁，在她12岁的时候就会料理一桌好菜，招待前来拜访的老师。都是洗洗自己的鞋，抹地、扫地这些，有时候帮妈妈煮菜呢。这我应该要做，因为我是家里大最大的嘛。妈妈让我学会多一点东西。妈妈有时候也有赚，只是她有时候也要休息啊，帮妈妈减轻负担。张佳宁她5岁的时候就读槟城的慈济幼儿园，在老师潜移默化之下，慢慢学习生活自理以及煮菜的技巧。我呀
礼物都没有没有，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看啊，看到吗？你要这样子捞，然后再有。老师放手让孩子实际操作，一步步陪他完成炒菜的步骤，学会了料理。长大后的佳宁也开始带着妹妹上市场买菜。回家之后，姐妹一起洗菜、切菜，然后再由佳宁亲自下厨。上人常常说的命好不如习惯好，所以能够在从小就可以教导孩子这些生活的教育，据我所知是一般幼儿园当时啦都很少教这样的东西。今年佳宁已经17岁了，是一位喜欢运动的高中生，从小帮忙父母做家事的好习惯依旧没有改变。家了就动的那份，那个是很真实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都会有一点点的惰性他这方面他就真的是可以在生活上表现出来，这个是我们觉得很欣慰、很安心的地方。孩子啊，不只是给他的课本，不只是呢。来上学而已，也不只是去游戏，我们要让他游戏人间是菩萨，菩萨游戏人间，这样动一动啊，不也就是在游戏吗？动动脑筋啊，哪提着菜篮子啊，到市场去游戏啊，今天要用什么的菜，配什么的料，如何让它呢成为佳肴？你看，这不就是人生的游戏法则吗？所以同样是动，为什么呢？就要让时间空过呢？同样是动，我们可以呢成就一件件的事情。所以从小孩子们都办家家酒，好，那这个家家酒，我们能不让他呢，就如这个孩子的家家酒呢，到市场去挑，回家煮饭，这不都是家家酒吗？所以呢，这种来上学去游戏，我们都可以呢，让孩子呢启蒙。还可以呢，培育他们真正的做个好孩子啊！以前的人呐，任何一个女孩子要出嫁之前，一定呢要去学做裁缝，要懂得麻、针、线，要懂得呢如何啦。这样对一件衣服的完成，所以这都是呢过去的人呐、长辈在教育下一代的方法，让每一个人呐、在生活中的功能良能啊都要有记住。现在的人丢了一颗纽扣啊，就自己无法把这个纽扣呢再缝回去，因为他不会拿针，也不会穿线，同时呢，吃的现在的年轻人嘛，也都是上馆子的，这实在是危机哟、做人呢，真的要懂得如何。勤俭，如何呢？发挥做人的良能，这才是呢，在生活中啊，都会自理自己的生活，为家庭呢，也可以理家，这才是真的做人的价值啦。
样的媒体，就是低头子哈，那常常就是安尼低头看啦、啊，看手机啊等等啊哈啊，你跟人讲话拢无伫咧抬头讲话啦哈，那这不管伫咧从啥物，都是低着头哈，这对人际关系也很不好，而且对自己的身体习惯都很不好。这种的周围的环境啊都没有去关心到，虽然是现在大时代，这样的媒体或者是资讯啊来自于这样的电脑啊，但是呢适当就好，吸收知识而不是呢在那里玩啊，玩物送己啊，那一件事情你上瘾啊，总是呢会上掉了你的志向哦，所以我们不要迷失啦。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的普遍化，不管大人小孩都为之着迷，但青少年若过度使用，恐怕会影响心理健康。三军总医院曾连续三年针对台北市2000多名高一新生进行追踪调查，发现有18%的学生有网络沉迷问题，其中20%则伴随有注意力不集中、过动或青少年忧郁等情绪障碍。普遍的社会生态呀，已经呢把孩子的教育都推给了科技与电脑。还有什么脸书啊等等哦，的确这不是太好的方式。虽然呐、啊、现在的科技发达，只是一片的电脑就可以呢，这可以收到了许许多多的信息，但是呢太过于笼统了、啊、不管他的年龄是什么样的年龄啊，开放式的这么广泛的人世间的很复杂的浊气的浊流都会灌输给孩子，那不是很好的现象啊，何况对孩子的身体这个官能啊都不是很好。小宽宽的混乱的世界，真正的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观啊，孩子根本都还没有接触到，没有接触到教育，没有接触到了生活的正规等等正式的常识，孩子都还没有接受到呢，这么幼小就给他呢这么多的乱啊复杂，实在是很隐忧啦。其实呢归咎不能在科学的发达，归咎在如何当人父与母、哦、如何来教育，如何陪伴孩子，那为孩子选择呢该不该接触的环境，应该就是父母还有这个师长、哦、社会等等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然网络已成为现代人必备的生活工具，更积极的做法是引导孩子如何善用网络。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孩子勿沉迷于虚拟世界，将上网的时间多用来关心身边的人事物。2013年，一群慈济志工带着孩子下田，体验农耕生活。我们也让大家来体会，说粒粒皆辛苦，还没有下田就满身大汗了，
真的农人很辛苦。连斗笠都抵挡不住的大太阳，让这群孩子叫苦连天，但孩子在过程中有了新的体悟。你们很辛苦啊，很累，很辛苦啊。农夫种稻很辛苦，就在太阳下很热，一直流汗。然后谢谢他们用作物给我们吃，我体会吃东西要洗衣服，要把它全部吃完。对啊，我们呢，利用了这样的暑假，不管是新芽的计划，我们把所有的我们的关心户啊，或是学校的小学、中学生啊，都把它集中来，我们来辅导他们，启发他们呢，回归人性良能的轨道，教他们，比如说龙。你天天要吃饭，饭从哪里来？农夫呢，跟大地的耕种，那就带着孩子们呐、啊，到了农田里去，看看呐、啊，农夫呢如何耕种，不只是让孩子们体会到了种稻米的辛苦。种菜的辛苦，还要让他们理解到了一草一木，无不都是呢对人间有贡献。孩子呢刚进去蹲下来好不久，一下下他说好热哦，受不了，一下下都好热，受不了了。那农夫呢，我们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体验一下。孩子也知道了，经过了我们的智慧的课程，孩子就知道我们体会到了农夫辛苦，我们呢要珍惜粒粒的白米呀、啊、那滴滴的油啊等等呢，这都是用智慧开课呢，让孩子亲自去体验到啊。时间过了，人会成熟，那当然期待呢是智慧增长，不要呢只是沉迷在这样的科技电脑，科技电脑呢也是一种无形的杀手。当然了、啊，好好利用它呢，那就是呢可以弘华的最好的工具。电脑是我们的工具，不是呢让我生命的成名。所以大家呢要谨慎的来看现在的科技啊。所以呢，人人要多用心啊。面对地球资源日渐消耗，教导孩子惜福爱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台中就读中信国小的崔明雄，从小就养成节俭的习惯，平常还会陪母亲去做资源回收。明雄的父母离婚了，家里只剩下妈妈维持生计，但是妈妈的身体很不好，颈椎跟腰椎时常疼痛，所以为了保护妈妈，三姐弟就跟着妈妈一起做回收。捡回来的资源回收必须先清洗干净，才能送到回收厂换钱。不过辛苦两星期回收的纸板，却只换来108元。拮据的生活让他们从小就学会节省。这个剪的，这个剪的，你可以动吗？可以啊。
放不下。这个是爱心妈妈，妈妈的，新的，就没了。爱心妈妈也有给妈妈衣服、哦，有，嗯，就都会给。这个是，哎，对，爱心妈妈，你身上那件也是吗？这件也是。衣服是爱心妈妈送的，家具是捡来的。除此之外，这一家人还有个很特别的省钱妙招。啊，你们拖地的水是怎么来的？就洗澡剩下来的。哦、嗯，你们怎么存那个洗澡剩下？就把身体丢下去，可能有些把那个塞子先塞起来，之后再洗澡吧，所以身体留下去，水有时候流下去。每个人都当收集水。对。那收集的水除了拖地还有做什么？冲马桶，有时候还可以那个洗厕所的地板。因为家庭背景，节俭对明雄来说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习惯。而生活在富裕环境的孩子，如果从小教导正确观念，也能让他们学会珍惜资源。马来西亚马六甲大爱幼儿园为了培养孩子不浪费水资源的习惯，每一年师长们都会故意断水，让小朋友自己挑水，感受缺水的苦。慈济园区内水龙头通通都没有水，四岁的孩子决定到厨房内找水，没想到这里只有一盆看来肮脏的水。孩子们抗拒，还有孩子哭了，但是再怎么不愿意，因为这是唯一的水源，所以还是要挑回去。其实这盆黄黄的水是老师事前在水里加入酵素的关系，就是让他们自己小朋友去亲眼看到，其实在这个地球上也有一些国家，就是他们没有干净的水用。假如是每位人不会珍惜水，把水龙头开得大大，总有一天的话，我们也是会跟他们这样子过着这样子的，没有干净水的生活。整天的生活都要仰赖这一小盆水，实验三天下来，孩子们也养成了小心用水的习惯。因为你不小心开大大水啊，后来怎样？浪费水。可以用多多吗？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用多多？因为很浪费。马来西亚的幼稚园，啊，多么可爱呀！叔公在嘞讲什么哦？那老师马上把它变成了课程，讲起了省水。那么水资源，它就可以呢让孩子啊去体验没有水的怎么办？啊，让孩子去自己没有水上厕所，没有洗手不能吃东西啊，没有水怎么办呢？挑水，哎，一水多用啊，洗了手。那这个水还要回收，还要回收来做什么的？啊，一层一层的哦，都让孩子自己去体会。这都是马来西亚呢每一次的教育，好的话，其实呢不要怕辛苦，因为。传道弘道啦，这应该都是呢教育者的使命啊。你假如人人都能守住了这样的教育者的使命，应该这
以现在的时代哈，因为呢，社会啊，人心啊，都是不断的是非颠倒啦，社会复杂，家庭环境呢脱轨哈，那这在这种的时代里，我们更需要呢守护这样的教育轨道。回到家中，孩子也延续洗水的观念，甚至还影响父母。我在洗碗，突然间他就哭起来，所以他就跟我讲：“妈咪，你浪费水啊，吃鸡没有水了啊。”因为之前我洗碗，我也是每次这样子开的嘛，变成这次有一个压力哦，看到他，我就想我一下做回那个榜样给回他看嘛。以前刷牙，刷了过后那个水剩了，就倒掉。现在就是剩了，他就讲妈妈这个水不可以倒掉，然后他就会拿来洗他的牙刷，所以他也是教了我。不要光想要享受，人人要享受，会丧失掉了自己的生活的功能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人人一定要很殷勤的来教导哈，孩子如何关怀大地，如何调和人群社会的人情义理，这拢爱教起来，安怎样生活？那就煮饭、洗衫、清扫周围环境，也会晓爱物，会晓哦等等，这拢爱个重新教。总而言之，不管要怎么教，都要从自己做起。所以希望大家多用心啊，发挥我们的这个良能啊。年轻人心性不定，容易被社会风气与流行所影响，然而过度跟随流行会影响自己的判断力。而正言上人也希望新生代的年轻人能够注重自己的外表，但不要盲从流行。自然就是美，人啊，要像人样嘛。什么就是人的样子啊？父母给你的什么样，你就是最本然的样子，本来就是很自然的样子嘛。我们呢，要懂得爱惜它。我们最好呢，就是照顾好自己。父母既然给我这样的身体，给我这样的模样啊，那我就要好好的爱护它，尊重它。真正的美就是要庄严呐，要很端庄，很尊重自己。要尊重自己，就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作怪嘛，好好的爱惜它哦。如何让孩子不在文化潮流中迷失自我？正言上人期许人文教育培养出孩子端正的品格。上重要教育就是要开发伊的品性嘛，品性就是他的亲近的那种的本性，我们要把它呢激发出来。所以呢，这爱大家有志一同文化，你。什么样的时代，他随着什么样的时代吼，对，迄个变迄个时代的形，这叫做文化。看看现在的孩子，迄种流行，迄种叫做文化。现代这个时阵的文化，所以我刚刚就讲，我们要人文。人文的意思就是说，人做事真正的建立了让人今后的口碑。就是讲吼，人生的志啊，要然吼啊，而行吼啊，因行呢可以
记录，啊，这就是藏经，这就是藏中经。所以人诶，这个行踪行过了后，那一种的美，这叫做人，好、哦、可耻之美，哈、哦，一旦气候人或后世的人一旦安尼，一旦可耻用落去，哈、哦，这才是真正的人文呐、啊哦，所以不是文化，我刚刚讲人文是很重要，是教育人文很重要，不是教育文化，教出了这种的精品，品德出来。这位就读台大研究所的严志孝，身上穿的不是最流行的服饰，心中追求的也并非最新潮的事物。相反的，当同学在逛街闲晃时，他却走入角落，关心独居的长辈。进来，早安，早。我们来了，还是还有两个客人来看你啊？还带两个客人。严志孝大一就投入慈青社，每个月都跟着慈济志工关怀长辈。今天探视的对象素英奶奶，她是上海人，今年高龄82岁。六年来，这一群年轻人持续的关怀，让奶奶感到相当温暖。用还是白语比较重要。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三个愿望，我许愿大家恭喜发财，哦，有天寿，讲错了，恭喜大家！你可以感受得到爷爷奶奶，他们是一个月都在盼望着同音队的慈青能够来看到你，然后笑一笑，然后一整个下午心情很好。这一天晚上，志孝与慈济志工王前光来到素英奶奶家，准备带奶奶去看医生。小帽子戴好，这毛发好，早上好，各位好，健保卡。对，我知道。牙痛影响了素英奶奶的食欲与睡眠，但是因为不想麻烦大家，所以无论志工怎么劝，她都不去医院。最后是年轻的慈青们以撒娇的方式，才终于说服素英奶奶去看牙医。坐进去，慢慢来，慢慢的啊。一痛啊，那个头啊，好大好大，哎呀，浑身都不舒服。现在拔掉牙齿比较舒服哦。对啊，他有多痛的厉害哦，手冰手脚都会冷，有人会发抖。嗯。但是人家盖两床被子，结果，哎，好，丫头可怜。素英奶奶看病，志孝全程都在她的身边。漱一口，好，感觉就好。感觉到志孝在那边陪你，你有没有觉得安心一点？安心，看着他我就安全了一半。你看牙齿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不会不会不会，也不会啊，因为医师很细心，是不是？那以前我都会怕怕，现在有你在我怎么？好好。来看好了。对，看好了。好，慢慢来。今天约那个过年后啊。过年后了。对啊，伤口复原得很好。真诚的关心，善良的品德，慈青这样的精神来自不断传承的慈济人文。慈青啊，跟着妈妈们
或者是爸爸们慈诚跟义的妈妈，他们呢落实社区，那去带了比他们呢更年轻的青少或者是幼少哦，这样我们要如何呢去教育这一群呢年纪比他们小的慈亲啊，这一股心灵清流啊还是不断的永驻传承，能知出性本善啊，人人有佛心，人人与佛同等的佛性啊。只是呢后天如何培养他，这就是习气，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生活，什么样的环境啊让他养成他的习性，那就会有不同样的人的行为。既然是习性啊，习性既然可以培养，那就是可以改变的吧。上人也勉励大家，不只要教好自己的孩子，还要连别人的孩子也一起教好。而教育孩子的我们，更要以身作则，并且教学相长，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启动幸福祥和的循环。我常常说，教别人的孩子是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好耶。只顾自己的孩子要乖要上进，但是呢别的孩子不乖不上进啊，整个社会都乱掉了，我们的家庭能平安吗？我们的孩子能平安吗？所以社会不能乱啊，人人的孩子呢都不能作怪啊。总而言之呢，教育那要教好人自己呢也要不断的受教，不断来受教，受教了以后呢才能教授给别人。所以呢在佛法来说啊，上求法哦，那向下教，这就是呢这就是哎不断的循环哦。所以呢在佛经里面也有这一段话说啊，从如来或者是呢佛的弟子啊啊，佛所讲的教法，佛的弟子来传，我们呢要真正的用心受教，来接受这个教育。阿弥呢，就是都亲像伊所教的。你看佛陀离我们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能直接听到佛陀说的话吗？已经呢年代隔得太久了。不过呢真理啊是千古千古而不变嘛，只要它是真理，经过了千古呢都不会变的。这一定呢要有人呐、啊、传承教导，接受了以后呢，我们还要如是法，无增无减哦，如是法呢叫如是传承，这才是真正的教好哦。我们责任很重大，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的乱象啊，不要心寒，我们更要呢提起来一股热忱往前前进，因为这个社会是我们的，因为社会在传承下去的下一代，自己还有子女的成长中，我们的子女要让他平安幸福，一定呢要整个社会呢
要祥和，我们的自己的儿女呢才能平安。何况呢佛陀啊对普天之下呢把它当成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同样是看到了年轻者都是自己的子女后辈啊，我们一定呢要发心发愿呢、来教导。哎，我们的教育啊、有老师对学生，所以也有朋友彼此影响的，整个大社会呢就相辅相成，互相呢导引，要导得正。教育呢对社会就是最明显的，我不也常说过吗？这教育就是希望，假如教育教得不好就完全没有希望了。所以孩子呢我们要把他教导得正好，所以进行多语呢啊，分寸啊方寸啊都不能偏差，差之毫厘呀、失之千里。所以啊这样日日用心嘛、修在我们的道个点，我们才有法度来修教授给我们下面的孩子。